仰着门神大跳500的花朵舞，手上还拿着现代科技产品 iPad 玩电音，大大颠覆传统。这就是今年的传统表演艺术节，以百年传统跨界风为主题，从4月1日起至4月30日止，在台北、宜兰、高雄等地展开一系列传统与跨界的精彩对话。此次活动不管是旧作还是新编，都融入许多新元素，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族群。现在就是未来的传统嘛，我们现在的一些创新跟跨界，如果说能够得到很好的回响哈，它能够对我们过去的传统带来一股新的动力啊。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传统艺术季的这个表演啊，我们有更多的年轻朋友能够来接触啊，能够来投入我们传统戏剧啊跟传统表演的这个行列啊。台湾豫剧团庆祝建国100年的年度大戏《美人尖》，由豫剧皇后王海玲与电影导演林正盛携手合作，把电影手法及本土音乐等元素融入豫剧，展现多元的戏剧风貌。而国家国乐团则是让国乐变可爱了，借由《小熊历险记》这个充满想象的故事，带出各种中国民族乐器的音乐特色。传艺总处所属的5个单位来精心规划，包括国光剧团、豫剧团、音乐中心，还有国乐团以及传艺中心，以他们最精湛的这些经验来做年度最好的规划演出。本次艺术节系列活动，除国光剧团、台湾国家国乐团与台湾豫剧团的年度制作为售票场次，其余在宜兰传统艺术中心的演出活动皆可免费索票入场。更多活动资讯可上传艺中心入口网站查询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。文建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。